耶稣，不要后代给你的力气，把所有兴奋的好奇心带出来。这个表演就是今天享受这个 stage。期待了很久，然后终于今天来到，现在就在想，等一下要带入很多的能量，因为场10000多个人听，希望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今天的这个演唱会感动。Watch me kill it. I will cry. 我们俩抓啥一个最长的心情？到底可以啊？还好，我感觉只是紧张了。创教不是爸爸，我有没有吧？进来在空间就开始。外面塞满满。真的？我没看到，我觉得我一看到，哦西。差不多6个小时，然后持续了好像2-3个礼拜左右。有没有中间一度想要放弃过？倒还好，我其实是一个蛮好胜的。对，如果学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喜欢把它练到最好。大学刚刚那个舞跳怎么样？你们这样笑是好还不好？知道我的人，其实我是唱情歌的。那为了我的小星星们呢 ？I'll do anything。因为我舅舅他以前跟周杰伦是同学，9岁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听他彩排，然后就觉得哇。可能那个时候看他表演，就有一天我也想上小巨蛋，今天就达成了。小巨蛋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，是因为并不是只是一个演唱的场地而已，其实我们是满怀敬畏之心来小巨蛋，应该是这么说，他必须要有这么多广受人欢迎的歌，要有这么多的听众来支持他，让他在这个巨蛋上表演，所以我觉得巨蛋是 Eric 一个翻上来的一个里程碑。
要谢谢很多人啊，才有今天这个晚上。谢谢主办单位星空飞腾娱乐、上瘾娱乐、鼠林音乐、太阳娱乐。我想谢谢我家人。我爸爸从小上班很早，然后下班很晚，然后其实小时候比较少时间跟他讲到话。长大之后去了美国，然后回来才了解。That's not my dad. 我爸爸在那边了，白色衣服的，刚刚那个我不知道是谁。Oh, that's my dad. 他一直爱我们，然后 let me know that 他永远都 have our backs. 我原本没有哭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最重要，谢谢我的小星星们。I love, love, love you guys. 每一个你们 means so much to me. 也谢谢你们在网络上每一个留言，其实我都有看到。人家为我们的事情，怀念都是你。拉到你的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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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